哎，弄到去啊！但是我拄着迄个中华两个呢，哎，可能在坐伫这边来，看也是安那。哦，还有个遐个，咱无去过遐，这边啊。你先倒去啊，我这个换一下镜头，啊。この路、列車。这，这厕所在哪里啊？厕所啊，在楼上。厕所啊。啊，你买掉去啊？好像钱还没留在楼下呢。楼下啊。哦，安尼啊，一个呀。哎啦，无要安啦，无你啉料莫啦。对啊，啉料莫。你到伊倒？哎呀。刚刚上去不会晃哦，完全没有感觉。风很大，完全没有感觉。好，好，谢谢。看你老爸有没有在后面？不要理他。看不到的，孩子们放鸟了。他大巴也上去了。他大巴，我不是去上厕所吗？没有，没有啊，他下去了，他没有上，他先下去了。我怎么看到一个人像他？是啊、哦，戴红色的帽子吗？他应该是下去，黑色的外套。应该下去了吧？刚刚我帮他照最后一张相片的时候，他就走下去，就他刚刚我去厕所都没看到他。往下走的时候，他就看那个旁边有人在弄那个修围墙啊？有没有放钱？有啊。对啊。
他有一个男的资金器没有放钱，他一直跟他要。哦，那个穿白衣服。这样子啊，他也知道，他也知道他没有放钱了。他眼睛一直看嘞，一大一小一个，可能他儿子呢。真是，就给他丢个。刚刚有人我们出来的时候，可能有一个富人跟他讲说：“你那不是写不用钱吗？为什么你要收钱？”他在跟他吵说：“为什么要跟他收钱？”为什么要收？来，看我们有没有笑？拢在找人啊，拢在找人啊。好吗？哦，美丽华，美丽华也有九天的，是，应该有。哎，他一个人放五个人跳。小姐。